半年南苗中本港进行新初联合三马六了解活动啊，时间是4月18日。啊，4月25日，啊是农历的第3月7日，啊3月14日，啊所以是7月8日，啊7月8日，咱南苗疆本港进行上精彩的就是三马六寮溪，啊咱寮溪是咱啊全国唯一上文化、上深度的。台湾人的人情味啊，这个了解的进行活动，希望全国的啊，咱所有的妈祖的信徒啊，一生一定要有一次了解进香来参与，真有文化，真有人情味的，咱的三马六本港进香了解活动，希望大家共同来参与，感谢。